像疯逼一样，应该声那么大，只要我踩好节奏，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吧。一个两个也就算了，放那么多谁能受得了？办公室不存在啊！要不要点脸，姑娘？就是啊！我真的不知道了，是吧？最大的因为你在这放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过年了呢，噼啪啦噼啪啦的。过年放炮没这么危险吗？你看你给我哥们崩的，崩成啥了？本来营养不良，我带他去看病，买个苞米让他吃，炸成爆米花了，啊？能行吗？那怎么脸还黑了呢？我就说打车吧，不要坐公交，你省这两个逼钱，装的对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